物业在铁路上盖已经是揸住吸手烟。如果有港铁、西铁和高铁三大铁路汇聚，这些优质楼盘真的揸过世都远。讲紧嘅就系喺佐敦、柯士甸同西九站嘅物业港景峰，有齐三铁嘅先天优势。坐落柯士甸道同广东道嘅港景峰，毗邻童军中心。2002年落成嘅港景峰屋苑由三座物业组成，提供988个单位，主攻两房以及三房单位。两房同三房开积实用，两房大约600几尺。三房连套房单位面积大部分都超过1000尺，真的又大又好。港景峰顾名思义，高层可以望到维港景观，而其他单位就望内园、九龙公园绿化开扬景观。港景峰设有自己会所，而四周社区设施完善，九龙公园是地标公园，环境清幽。同时设有球场和室内外游泳池，住户做运动没有任何难度。港景峰自设商场，有超市和酒楼，满足基本住户需要。同时可以去珀丽大道和尖沙咀一带，除了食肆林立，还有名店满街，啱晒各位女士四围 shopping， 日日买不停。讲了这么久，港景峰最无敌当然是千金难买的交通网。无论行去港铁站和西铁站都是两步就到，随着高铁落成，由港景峰去大湾区一个钟头之内就到。无论是北上工作的香港人或者国内投资客，港景峰都极之吸引。港景峰位于31校网，区内名牌小学林立，拔萃女小学和油麻地天主教小学都是大家排几日长龙都想入的名校。至于中学，属于油尖旺区，拔萃女书院、九龙华仁书院、真光女书院和加洛萨圣玛丽书院等等，都是誉满香港的老牌中学名校。看完今次介绍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详情，请联络以下分享。